我们尔雅队的诸位选手，徐岩，你成为了新的队长。徐岩当队长，应该是理所应当的，当之无愧。首先我没想过自己当队长，因为我觉得李凡做队长挺好的。我也相信徐岩能够领着我们的队伍一直胜利下去。咱们今天比赛呢，王帆，你要交出队长的权利，在你们的队伍当中要选出新的队长。交出队长的时候心里会有一点失落，用一个成语就是大权旁落。唐瑞，你愿意吗？我愿意。其他队员有异议吗？没有。我从王帆手里接过队长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或者说只要有一线希望的话，我一定会争取再当队长这样的一个机会。好，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君乐宝乳业独家冠名播出的2014中国成语大会，我是主持人张腾岳，欢迎大家的到来。现在让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光临我们本场决赛的两位评委，他们分别是著名女作家毕淑敏老师、著名学者李波先生。毕老师。啊，平时都是咱们考选手，现在考考您，人间不拆，您知道什么意思吗？我觉得人间不拆就是人世间已经如此的艰难，我们就不要去拆穿那个真相吧。好，但是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啊，像普大喜奔、人间不拆、泪绝不爱这一类的词儿，现在我们说它是网络用语，但是它应该讲也是高度浓缩了某一类的含义，把它聚集在一起，并且形成了四个字的固定搭配。我们能否依据这两个标准就把它当作成语呢？成语啊，它是个甚至有的学者认为狭义的成语就是四字句的，因为四个字啊是最凝练的。中国的成语里头96%都是四字的模式，这种模式下使得语义就是最浓缩，然后最简约，在形式上最均衡，音韵上呢是最上口，最浓缩的呢才是精华，简约的才有魅力，均衡的它才有美感，上口的它才能流传，传承的才能永恒，永恒的才是经典。所以这些词如果能够传承下去，将来有一天说不定它可以成为成语。2014中国成语大会的第二场决赛马上开始，现在为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在我们现场的三组选手，他们分别是国风、尔雅、春秋，一共是32位选手。那么接下来我们将采用的方式是6次的连猜，描述者只能用成语的释义进行提示，描述过程当中不得出现任何题目当中的一个字，直到猜词者正确猜中。你们有一次违规和一次说不的机会，谁用时最短谁就获胜，每一组只有一次机会。国风，你们派出的选手是谁？我们派出的选手是潘永强和谢小波。好，有请二位。尔雅，你们队派出谁来参战？我们队派出上周表现非常惊艳的一对组合，是我们13岁的少女作家何新航和机智而稳重的行政。现在双方选手都已准备就绪，本场比赛由尔雅获得先手，你们两位谁来描述？我来描述，他来猜词。好，预备，开始。比喻有非常非常好的方法，就像太上老君。灵丹妙药。对，这个词就是何足挂齿。举手之劳。对，这个词是说你站在比较不低的地方，看着登高望远。登高远眺。看着你。望洋兴叹。过。办不是私人的情形。一次违规，
比如说我们进入一个有入。虽然新行和行政的组合没有完成六个词，但是不见得国风这一组就不出错。两位谁来描述，谁来猜词？我来描述，我哥来猜词。预备，开始。形容好人和坏人无法站在一起，势不两立。对，把假的东西拿走，留下去伪从真。做事儿方向不对，导致就没法做了。南辕北辙。形容打仗的时候，我军和他军都很惨，于是我们二个人都没胜利，两败俱伤。对，这个词形容按照合理的方式做事，最后就会做好，就好像流动的液体。水到渠成。形容把一个东西描述得非常好，然后前面就像是雨落下来的那个声音。行，好，再描述一下，再描述一下。我们说什么郎满目零，然后说得非常的完善，淋漓尽致。好，恭喜郭峰组，既没有过也没有违规，用时2分17答对了六个词。2分17按照我们上一周的比赛并不是很理想，淋漓尽致，快把你们二位难死了。这二个人怎么听都那么别扭。这个您确实讲的，他这个淋漓尽致啊，讲的虽然我们说人间不猜，我在这还是要猜一下，因为这个在讲淋漓尽致的时候，他们非常的痛苦，用了很多词并不准确，比如说用到琳琅来引发这个琳琅的琳是那个玉字旁的邪王，啊叫玉字旁，琳琅满目，出自于这个就韩愈的一首诗，哎。这个淋漓也不是雨的声音，它原来是水流在身上的那种畅快的感觉。好，谢谢。看来国风的实力就是不一般呐。那么在这一周比赛的第一场尔雅挑战国风，居然又失败了，请两位选手离场。春秋队，你们派出谁来挑战国风？我们将派出最有男人感觉的陈墨金和吕基北上来。选手准备，开始。说我们触类旁通，也叫举一反三。好的。说神医华佗能够，妙手回春。哎，好的。说我特别的，不知道创新。春秋的时候有一个学派墨守成规。这个不好形容。这个形容吧，咱们工资多了，这个物价呀也就上去了，就是这个合理啊，合理那个水涨船高。哎，好的。说我光天化日之下干坏事儿，也叫什么怎么样的干坏事儿？理所当然。睁着眼睛，明目张胆。哎，好的。比如我下周成为队长了，那这件事儿是一件什么？一次违规。我骑一匹坐骑，然后呢，他都没有，歇过，这叫马。马的脚违规。这一组很可惜啊，就前面非常好，结果这个特有男人味的到最后露出了马脚，啊，这个啊一个小小的失误。前面呢讲的这个举一反三，用触类旁通来点非常好，妙手回春点一个神医华佗也非常棒，这个思路我都觉得非常赞赏。好，另外想问一下，他们刚才来解释墨守成规的时候用到了墨子，墨子与墨守成规有关系吗？墨守的典故出处
就是墨子，因为墨子我们学中学学过课文，公叔那篇文章，对不对？就是墨子善守，他是非常擅长于防守，所以《战国策》里有很多这种语句，讲墨家之守就叫墨守。现在要看看国风的表现了，预备，开始。预备，开始。形容一个事情经常看到，所以并没有稀少。少多少见多怪，少怪少很多次，多什么次三番，两次三番。我们说事如必什么破解，我没事，你再描述一下，再描述，大点声，再描述。就说一个东西经常看到啊，就把后面再描述一下。我知道，对方既然犯规了，我只要拆完就可以了。我没有必要说很快的把词拆完，哪怕时间很长也无所谓。答不出来可以选择过。形容鱼非常的腥臭。腥是哪里？你再描述清楚一点。字面意思是你们可以选择过。很多次的看到，没有。觉得很奇怪。不，这个意思就是按照一定的套路就能找到好的结果，就是跟着葡萄的那个枝条来找到一个果实。夏天吃的叫西什么？瓜，瓜田李下。跟着葡萄的枝叶去找到。顺藤摸瓜，对，这个谣言四起，所以闹得整个满城风雨。说一个书很好看，所以我读起来像是有点故伎在诗的意思，意思是以前的歌曲我在演奏，老调重弹。我日思夜想去要这个东西，梦寐以求，很多次的去那个大张伟唱那首歌叫做倍儿天空，倍儿很多次的屡试不爽。对，你们俩这一轮真的让我很不爽，太别扭了。天空飘来五个字，那都不是事儿。严厉批评，你们始终停留在字面字义的意义上，对吧，两位老师？我们也听得倍儿不爽，啊，尤其是这个屡见不鲜，一开始这个，后来就是变成强解了，啊。就是我们古人也有一个典故叫强为解人，我就经常讲，我们很多人就是去套那个词，提供第一个词，然后让他去想第二个字，这就叫强解，这不是一个解释成语的一个正确的思路。啊，国风队的潘永强，我觉得你要充分的利用那个规则，就是该过的时候就过，这个点在那里。因为我觉得既然我们现在有个优势，他们犯规了，我们只要把它说完就可以了。既然在这种情况下时间就不是问题了，我花所有的时间去解释一个词自然是应该的。如果仅从宣传成语的角度讲，我个人认为春秋获胜了。但是比赛有比赛的规则，很遗憾按比赛规则您二位功亏一篑，请离场。现在请尔雅队派出你们的第二组选手，为我们派出徐悄悄和韩涛。好，有请悄悄和韩涛。预备，开始。这个祸端实在是太大了，在头上的灭顶之灾。这个事情在这一会儿就发生了很多的情况的急转直下，瞬息万变。
要根据你所做的成绩来给予你一定的奖励。论功行赏。你能做多少就做多少。量力而行。我们这个事情不要扯得太远了。就事论事。没有一个框了。漫无边际。我骑的坐骑失误。违规。违规了，我很难过，所以我在下面稀里哗啦的泪流满面。那么然后我又是又是鼻涕又是盐水的哭天抹泪。感谢徐悄悄这位词语发明人，盐水儿，盐水儿。好，请两位嘉宾为我们进行。虽然盐水儿、鼻水儿属于极致是吧？但是我觉得真正的极致是他这个马失前蹄犯规之后，他立刻说我犯规了，这个然后因为心情不好导致啊引入下一个哭天抹泪的这个词，这是一种场上的极致，这非常好。我要说的一个词就是论功行赏，这个词啊，它本出于这个《管子》，原话是论功劳，行赏罚，不敢避嫌，它是中国古人推举贤人的一种态度，一种方式，就最早的管理学的一种思维是推贤的。那么他们在整个过程中是用的示意的方式去猜词，我觉得这是人间正道，这很好。嗯，我看好你们哟。现在比赛的权利又交回到国风的手里，你们能否保持住自己连胜的状态，看这一把了。选手准备开始。这个平时就是说两个人在家在那个啥屋里面违规。这个人说话说得特别好，滔滔不绝。不是，我们说中国语什么？文。我们说话叫什么？言。然后我们平时说骑什么？说一种景象。就说是骑什么什么可言？妙。行了。两次违规。没事，没事。这一把你们败的太快了一些啊，速战速决。我特想对永强说一句话，没有人可以永远强大的，当你战胜对手的时候不要太过得意，因为说不定下面就是你的坑。好，谢谢。请二位离场。春秋队，你们派出来挑战尔雅队的选手是谁？我们派出的是周瑾和徐文孔。好，有请二位选手准备开始。这个词是形容某个人他对一个情况的发展估计得很准，神机妙算，有第一个字在最后，他估计料事如神。对，这个词是形容他忽然就明白了，豁然开朗。另一个就是我们把瓶子茅塞顿开。对，这个一听到就非常害怕，不寒而栗。我身上的细细的那个东西和肉里面的那个东西，心惊肉跳，都马上就害怕的样子起来，毛骨悚然。对，我们面对一个很险的事情都没有害怕，临危不惧。对，这个我们过五关斩六将，我们会把那个刺都给扒开，然后把披荆斩棘。对，下一个这个就是天，今天过了明天又来了，日复一日。对，我们身上细细的。现在要看悄悄他们的表现了，选手准备开始。我现在的状态被雨浇得浑身都湿透了，
然后衣服都贴在身上了，这个状态非常的失魂落魄。是两个动物经常围歼的，狼狈不堪。景色太好看了，美不胜收。我今天跟队长说我想上场，毛遂自荐。处处都照顾得很周全，细致入微，处处无微不至。前面是叠字，四十面面俱到。吃饭的时候很大口，狼吞虎咽。咱们分家过，分家过，各奔东西，各烧各的锅。另起炉灶。1分13秒，没有违规，没有过，这是咱们分开过啊。还有经常围歼的。这两队选手其实语感是非常好的，包括最后的这个另起炉灶都能接上去。我就看到最后这个词，我就想起曾国藩有一个名联叫重开天地，另起炉灶。所以对那些失败过的选手，我想送给大家这句话：重开天地，另起炉灶。尔雅的徐悄悄与韩涛组合两连胜，所以您二位请离场。国峰，那你们的选手是谁？我们选出了两位古典美女，一个是高宇泽，还有一个秀外慧中的郭慧中。准备开始。这个成语比喻的是陷害别人，就好像把嫁祸于就好像把一块特别巨大的东西扔到了一个深坑当中，落井下石。对，形容一种特别亲密的关系，就好像是我们粘东西的那个东西贴在一起的样子，如胶似漆。对了，下面一个成语形容的是特别的有意思，妙趣横生。对了，这成语形容的是一个男子想要找一个老婆，是通过一个特别好的途径，就是不是通过其他的特别坏的途径。另觅良缘。嗨，那比如说一个女孩子要出嫁，那么给她介绍的那个人也叫什么婆？媒。对，扬眉正娶。对了，这个成语形容的是来来往往特别的多，熙熙攘攘。不是的，形容的是违规。这个成语形容的是家里面特别的兴旺，形容的是门庭若市。对了，这个成语形容的是你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风景特别的好，然后你都不想回去了。流连不舍。前面两个字都对了，流连忘返。对了，好难，好难呐，尤其是明媒正娶啊。尔雅，预备，开始。预备，开始。做好了还想更好？精益求精。技术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炉火纯青。我高兴的都直不起腰了。一次违规。这个地方太宽阔了，却没有人迹罕至。另外一个词，荒无人烟。刚才第一个字改掉，很常说这个人很什么小，常说这个人。两次违规。两位请离场。接着由春秋来继续进行挑战，现在你们的对手依然是国峰。队长，谁上场？接下来我们派出的是王帆和唐蕊。好，有请
王帆、庞蕊。选手准备，预备，开始。你做了非常多的好事儿，然后庞蕊就传下去了，名垂千古。最后两个字换，名垂万世。跟颜色有关，名垂青史。太激动了，我的这个盐水啊，就像流的那个东西一样，泪如泉涌。对一个问题，违规哦，慢点来，没事。这人我不能挑战，我只能甘拜下风。不是，俯首称臣。嗯，过。你整个魂儿都丢了，失魂，魂儿都丢了，大寿，几十大寿？那谁知道啊？六神无主呀、yeah ！这东西啊，一会儿闭进去了，一会儿又出来了，时，对，时隐时现，对。哎呀！春秋得冠军，就应该是这样，名副其实呀、yeah。这个女人啊，这个仪态非常的好，风姿绰约。前两个字是叠字。嗯，袅袅婷婷。不是，前两个字是叠字。落落大方。庞蕊已经名垂青史啊，这个王帆六十大寿、啊、最后啊，各种形容少女的词儿都出来了。他说的是女人。女人之前不就女孩吗？好吧，这个我想说一下，他们刚才没说出来这个词儿叫敬而远之、嗯、啊，这个词儿呢其实它出自于《论语雍也篇》，是子曰敬鬼神而远之。这个词后面包藏着很大的这个很重要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说敬鬼神而远之呢？是因为中国文化是不谈鬼神的，是不谈鬼神崇拜的。所以孔子说，不知是人焉能是鬼，叫中国文化其实是一种祖先崇拜，在这个词里头就能展现出来。而且这个远，刚才在不断的提示的时候是解作是离开，但实际是不愿意亲近，就是在保持这个距离，这个和主动的离开还是略有一点区别。嗯，王帆与庞蕊两分四十二，还有一次违规，这样我们就可以见到国风的队长了吗？现在要看看国风的表现了，开始。坐在那儿看着，作壁上观，哎，不是，你说，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所以、啊、漠不漠然视之。不是，冬天的时候天很，冷眼旁观。对了。这个成语是形容对一件事情没有关心，没有感觉，漠不关心，漠然处之。不是的，坐久了腿和身体会感觉麻木不仁。对了，这个成语是形容坏事情特别的让人胆寒。违规。没关系。形容事物或者是人非常的好看，让我们感觉心旷神怡，开心。违规。喜笑颜开吗？赏心悦目吗？你完全可以说一下《西厢记》里面的下一句吗？良辰美景奈何天的上一句是什么？赏心悦目。所以我们终于快见到你们的队长了，王帆和庞蕊，你们算是一雪前耻，侥幸过关。侥幸过关。好，现在啊，我们两位古典美女，秀外慧中的古典美女，你们可以离场。尔雅队队长，你准备派出谁来挑战王帆和庞蕊？
既然我们尔雅队的两队大将都被纷纷斩落马下，那么尔雅队的荣誉必须由队长来捍卫，所以我们本轮出战的是徐元、赵杰全。对，因为你们也只有最后的机会了，杰全和徐元，二位谁描述谁来猜词？我来描述。我来猜。预备，开始。说有劲儿，没法使出来。力不从心。我要办一件事情，但是我没有原料，我就在这儿。违规。抱歉。形容种类繁多，经常用来形容商品。琳琅满目。我想要和你讲一件事情，我要用道来和你去辩论。据理力争。它形容的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气势，能够把很高，然后能够把大洋都气吞山河。力什么众议？力排众议，排山倒海。了解法律，知法犯法。了解法律，明知故犯。打仗之前要秣马厉兵。搓手，摩拳擦掌。搓手原来是摩拳擦掌的意思呀。摩拳擦掌，他前面说打仗之前，他说秣马厉兵反倒更适合，因为你这个告诉他的信息。我要说的是这个琳琅满目，你刚才说是很多商品，这个古人用琳琅满目的时候是指美好的事物，比如说读书的时候你送我一本书，展卷一读，琳琅满目。美好的事物内容特别多，不只是商品啊。稍微做个补充啊，明知故犯，因为是在强调是知道法律啊，那明知故犯的可能比法律的范畴要更广泛一点，就是明明知道不对还要去做。那就是明知故犯。对，不过刚才您说这个琳琅满目啊，确实让我们又有一次学习的机会。不过我觉得你说商品啊，恐怕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老师让我们写作文的时候，动不动就是我到商场一看啊，琳琅满目的商品，我左手加了电冰箱，右手加了洗衣机，我一路小跑就回了家，对吧？啊，我们一般写文章都这么写。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成语大会啊，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成语它本身包含的真正含义。请大家记住了，琳琅满目它的本意是指打开书发现里面有很多美好的章句，让我们受益匪浅。春秋队最后一次机会，选手准备开始。一个人能够看清对和错，明辨是非。你的这个内在吧，没往好处想，心怀不轨。不是，第一个是什么柱啊？令图谋不轨。有点像。换一个。心怀叵测。不是，你住在哪儿？居心叵测。然后最后两个字换。居心不良。对，要死了把孩子给你，临危受命。我真的都不知道干什么了，在这儿不知所措。前两个字，四肢，手足无措。没当回事儿，心不在焉。有点像，第一个是其修远兮，路漫漫不经心。刚才你说过了，跟你说过的一个词儿很像，也是你住，居心不良，居心叵测。对。快死了把孩子教你。我要说另外一个词，就是手足无措啊，它是源自于这个论语子路篇，说刑罚不重则民无所措手足，所以它指的是顶层设计一定很关键，要不然老百姓无所适从。所以这个成语包含着中国儒家的法治精神在里面。
尔雅队队长，很遗憾，你惜败于春秋队前任队长王帆之手。好，请离场。好了，千呼万唤没出来过的国风队的队长，终于要让我们看到他到底是何方神圣了。掌声有请国风队队长登场。这是黄洋与妙玉的组合，预备开始。就是大家的水平都不一样，旗鼓相当。哦，没事没事，以此为贵。没关系，慢慢讲。就是我忍着委屈。两次违规。没关系没关系。春秋队，你们获得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优势。预备开始。没钱了，穷途末路。没钱了，兜里没钱了，囊中羞涩。比如说男女他在谈恋爱之前都会怎么样呢？眉目传情。哎，有点像眉飞色舞。第一个字对了，眉来眼去。对，就像我现在这样根本不着急的跟你说一个事儿。慢条斯理。这东西太好了，我必须得得到，据为己有。哇，国风队的队长来了，好害怕呀。闻风丧胆。 就好像是看到了就很厉害的那个人。如剑。面对这个字在文言文里如临大敌。对，一只象，动物园里的那个违规。哦，上苍已经把你许给他了。天作之。换一个。命中注定。你的用词啊非常精炼，用了三字句，很多才庞然大物，叫一只象啊。如果是小象呢，然后说这个囊中羞涩的时候说的是没钱了。我要说一下这个地方，没钱的时候这个唐蕊说的是穷途末路，一开始猜的是穷途末路，这是我们大家认识的一个误区。没钱了不是穷，在古文里这个贫才是没有钱，穷是什么呢？穷是尽，尽头的意思，走到尽头没有路可以走了，叫穷途末路。但是虽然没有路可以走了，我还要怎么样？路漫漫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好多人以为是没钱要独善其身，不是。当理想不能实现的时候，不与现实苟合，那才叫做独善其身。所以二位可以离场。恭喜春秋队，在今天本周的比赛当中你们获胜，同时你们赢得了休息的机会。全队队员可以一种观战的心态来看剩下两队的厮杀。好，请二位离场。这里是由君乐宝乳业独家冠名播出的2014中国成语大会。那么在前面的比赛当中，春秋队终于获得了让自己全队休息的机会。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我们将要看到尔雅与国风之间的挑战。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好，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君乐宝2014中国成语大会决赛的第二场比赛。那么在刚才进行的上一个阶段当中，
春秋队获得了全队休息的机会，因此在场上我们现在只剩下了两支队伍，一支就是满员的国风队，一支就是缺少了一组选手的尔雅队。那么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你们要双方捉对厮杀，按照我们的比赛规则，咱们要进入到双音节同题对抗赛，也就是说对一个四个字的成语，你们只能用一个词两个字的词来对它进行描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三局两胜制，谁先获得了两分谁就获胜。好，国风队队长，第一轮你派出谁来参战？我们打头阵的是谢小波、潘永强。欢迎二位登场。尔雅队队长，你派谁来挑战他们俩？我们派出的依然是何新航、邢正。好，选手请注意，按比赛规则，国风队先手，预备，开始。先说两个字。永强。随便说。分文。火中取栗。尔雅队继续。细毛。秋毫无犯。尔雅队获得一分。字面解释非常好，它这个典故出自于《后汉书》，连新长出来的这个毛，微小的事物都不去碰，丝毫不侵犯别人的利益，秋毫无犯。尔雅先得一分，准备继续进行比赛，准备，开始。他那个词我可以看到，那个宝上字我可以看到，就是、他那边从这能看到他那词呢，对，能看到字儿，确实不太，这个不太公平，对。好好，为我们选手的这个诚实鼓掌啊！准备，开始，保密。守口如瓶。国风继续。数字。他普通话不标准，我解释一下，数字。数字。三缄其口。永强真的是很强大，行政描述的我认为很不够准确。这个成语其实出自这个刘向说愿，是说孔子到去周啊，关于太庙，然后有金人三缄其口，他说的是慎言，就是孔子后来讲就是敏于事而慎于言，就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你要说保密这个有点过，那是保密，那是警察的事儿。所以他们猜出来了吗？对，因为这边有警察。双方在这一轮目前为止战成1-1平。国风，这一次轮到你们先开始，谁先猜对谁就获胜了。选手准备，开始。甜言，苦口婆心。尔雅继续，由新航描述。钻研。钻研。
逢迎。国风，继续。难，确实难。单独，持之以恒。尔雅，继续。劳累，钻研，单独，劳累，苦心孤诣。对。没有出现过苦，你怎么想到？他说田是反字，然后他说钻研，还说单独，就证明这一人在冥思苦想。这个词还是很有难度啊。这个过程就是苦心孤诣。嗯，这个词儿典故出自于这个翁方刚的这个格调论，他说写文章的时候这个思索的过程啊是苦心孤诣。其实我个人认为在刚才这一轮的较量当中，双方选手都表现得非常出色，你们落败离场，但是我还是请现场的观众把掌声送给永强。是，我也想对永强说一句话，因为我在前面这个流程的时候曾经说永强，就是说没有人可以永远强大，我是说没有一种本事可以永远强大，但是有一种品质的话就可以永远强大。好，谢谢。送给你。也请两位获胜的选手离场。国风队长，下面的较量你派出的选手是？下面一组我们派出的是郭慧中和高宇泽。尔雅队长，我派出在上一轮发挥非常出色的组合徐悄悄、韩涛。掌声有请高宇泽、郭慧中、徐悄悄、韩涛。国风准备开始。心事，睡下两小无猜。尔雅，继续。睡觉，心事，睡觉，梦寐以求也行。心事，对，睡觉，梦寐以求。好，来，国风继续。床垫儿，寝不安席。尔雅，继续。当旁边人说出寝不安席的时候，我已经用最直接方式用两个字跟他说：换字。继续啊。寐不安席。国风继续。卧倒，违规。尔雅，继续。躺着，卧不能寐。
国风继续。床垫儿，卧不安席。对了。谢谢大家。啊，我都看傻了，这个很有戏剧性啊，很有冲突性。卧不安席其实出自这个《战国策》啊，它是讲楚国的君主食不甘味，大家熟悉一点。但前面的是卧不安席，韩涛啊，他老是扣在这个媚上。古汉语的这个词汇，他可能觉得有古味，有古汉语的感觉，所以他老在这个媚上转圈。到这个卧不安席的时候，呼之欲出了最后一惊，但是确实如腾越所说，机会都降临在你们两边身上。好，那么在刚才的较量当中啊，双方队员卧不安席，刚才获得一分的是国风队，那么这一轮你们先猜，预备开始。预备开始。浪费，暴殄天物，哎呦，这个还，这个关键词找得非常准确的啊。但是暴殄天物它原来是指残害，灭绝。《尚书》里头最早讲这个，暴殄天物是指，残害生灵的意思。经过千难万险啊，国风两位选手获得了两分胜利，回归本队。尔雅、悄悄、韩涛，请到等候区。接下来，尔雅队会派出谁呢？我和我的搭档赵杰全。尔雅队队长出战，这是否代表沉不住气了呢？国风队，你们派谁上？那我也沉不住气啊，我也上。队长对队长，现在是一场兵对兵、将对将的决赛。那么第三组同样是国风先手，准备开始。客套。客套，欲拒还迎。交换，尔雅继续。尊重。客套，尊重。敬谢不敏。选理由是什么？理由是什么？因为他说了客套，肯定是谦辞。然后他说尊重，我就想到敬，于是我想到敬谢不敏，就是说做这件事情我拒绝了你，然后我说我太笨了，我还是不要做这件事情了。哇，哈哈哈哈，这个词出自于这个《左传》，是确实我们现在用一般用在写信的时候，比如说有人向这个毕老师约稿，但毕老师最近刚好忙，他要回绝。比如说如果是我写信的话，就立子顿首敬谢不敏，它是一个客套语。但是我本来想下面可能还要有回绝啊，或者说是就是不接受的一个意思出现的，他只用客套和尊重就能想到敬谢不敏，这个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你太有才了。好吧。现在尔雅队获得了先手，选手准备开始。兄弟，同事操哥，交换，现在由妙玉描述。植物，一节金兰。交换，尔雅继续。花朵。兄弟，植物，花朵，一节金兰。国风继续。合约。
气如金兰。尔雅继续。雨旭，我看我同伴也笑了，我知道他应该猜出来了，但是对面的雨旭不对嘛，所以我就描述了一个雨旭，然后没想到赵杰璇一下子懵了。雨旭，妈呀，兄弟，植物，花朵，合约，雨旭，倒计时。天，我猜错了吗？天，你真没猜对。金兰之交。交换。不要违规，郭峰，不要违规，你必须先描述。花朵。金兰之气。哎呀，难死我们了。这个典故呢出自周易，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然后同心之言，其秀如兰。所以前面的提示我觉得大家都很精彩，什么兄弟啊，植物啊，所以你想出一结金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中间过程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很符合逻辑的。好，现在双方战至1-1平，那么国锋拿到了刚才的这一分，所以接下来国锋依然获得先手。预备，开始。和尚。和尚。遁入空门。对，那可不嘛，你说的对。嗯，好，来交换。早晚。和尚，早晚。晨钟暮鼓。到了，先手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你很有可能给对手机会，尤其是赶上像徐元这样的，他已经有一招致命的一次了，你还给他这样的一个机会。尔雅2-1获胜，所以请尔雅队队长回归本队，请国锋队队长带着妙玉到等候区。尔雅队，接下来你们派出的是谁？我们接下来派出的是最美的李凡学姐和最帅的达乌丽江。你一句话把李凡说的脸。国锋队，你们派出谁？我们这回上场的是从没输过的高莹和全春燕。好，我记得在上周的比赛当中，两组选手似乎有过打擂的机会。当时谁获胜了？他们。哦，好。那么今天的胜利者还是他们吗？听天由命吧。听天由命。好，现在国锋队已经用完了自己的三次先手，接下来就是尔雅的先手了。预备，开始。随便。随便。挥洒自如。交换。画画。笔走龙蛇。交换。胡写。随便。画画。胡写。龙飞凤舞。交换。瞎画。
随便画画、胡写、瞎画。近笔涂鸦。都已经出来了，到你们这儿说一个乱写也行，乱画也行。有关这个词的内容，虽然大家这个传达的信息对对方很有提示，但是这个涂鸦不是指画画，它是讲的书法。原来这个词典故出自于唐代诗人卢仝的，叫这个忽来岸上翻墨汁，涂抹诗书如老鸦。就是他是讲写字的时候乱写，写的字很差很丑，所以后来我们经常自谦的时候说写字，说自己信手涂鸦。好，国风选手准备开始。说呀。天空，万里无云。交换，尔雅继续。修辞，白云苍狗。交换，陪衬。天空，修辞，陪衬。交换，婵娟。轰云托月。文老师，我认为李凡描述的相当精彩到位。这个婵娟确实是一个关键词。嗯，轰云托月，刚才讲那个信手涂鸦是书法，这个就是真正的画画啊。这原来他点出与金圣叹批这个《西厢记》的时候，说描写张生的手法借用了画画的轰云托月的手法。嗯，那这几个词大家说的，你看天空，然后讲它是一种修辞手法，其实是一种艺术技法，也可以。到陪衬，不能说衬托嘛，所以说陪衬可以。婵娟这个词点的非常关键，就整个就呼之欲出了。双方战绩1-1，尔雅刚才获得1分，因此尔雅这局先进行。预备，开始。尔雅这局先进行，预备，开始。鸟窝，鸟窝，倾巢而出。交换，坏人。鸟窝对坏人，鸠占鹊巢。奇迹又诞生了。我以为他说鸟窝之后他会说俩鸟，再到坏人。当然第二次机会把握得特别准，如果第二次把握不住，第三个到那边，因为巢已经落定了，就容易多了。好，来恭喜国风队的全春燕和高莹，你们再次向我们展现了自己的实力，请回归本队。李凡、达乌、丽江，请到等候区。现在尔雅队，你们选择哪一组选手出战？我们派出的是李欣妮和尹庭苑，有请二位登场。在等候区的黄队长，我们派出的是张琪还有肖子涵。好，来，现在依然是尔雅先手，选手准备，
开始。美女。我就知道。倾国倾城。交换。贵妃。美女，贵妃。环肥燕瘦。雅词，贵妃，美女，你是怎么想到的？贵妃一般比较有名，杨贵妃，然后美女四大美女，杨玉环嘛。对，杨玉环。环肥燕瘦。那燕是谁啊？赵飞。甭管怎么说，好，现在国风队先拿一分，因此获得了在这一局当中先手。预备，开始。贪婪。唯利是图。交换，尔雅继续。四川。得陇望蜀。好，都是一举中的。贪婪，四川，就得陇望蜀，非常棒。现在战至一比一平，尔雅开始。嚣张，违规。交换。北面。嚣张，北面。交换，尔雅继续。特别。北面，特别。盛嚣尘上。这怎么可能啊？他别鼓掌，就别拍。他最后说怎么来着？我实在没词儿了，我就说了个特别。特别是狠的意思，然后他刚刚说嚣张，我估计应该是嚣字，然后你就完全没考虑北面是吧？北面，我刚才他确实有迷惑了我，我也想到，我想北面称臣是会跟皇帝有关或打仗，然后军队气焰很嚣张，但是我就觉得很太迷惑我了，所以我就没有听。北面是这个意思吗？上北下南嘛，左西右东啊。对，那个时候我又想上，但是我猜不出什么词，我已经猜到了是上。我都说了，对方有一个违规。我在想是嚣还是张。你傻呀！不许进行对他人大脑构造的任意揣测。习惯了，习惯了。恭喜尔雅队的这一组选手，你们获得了两分，请回归本队。好，国风队张琪、萧子涵组合失利，请落座到等候区。好，那么现在国风队还有一组选手未出现过，他们是谁？下面出场的就是我们的米雪、张明星。来，有请米雪、张明星登场。因为尔雅队在上周比赛当中表现不佳，有一组选手被淘汰，因此尔雅队目前只能从现存选手当中挑选一组与对方作战。如果我估计没错，又是队长亲自出马吧。对，因为鉴于上一轮我们的表现不错，然后我们如果4-2赢下一场比赛的话，在等待区的队友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局面，所以作为队长我觉得责无旁贷。好，掌声有请尔雅队队长与他的组合。尔雅队先手，选手准备，尔雅开始。一定。
一定，一定。对。言之凿凿。交换，国风继续。记载。一定，记载。对方脸上已经会心的笑容露出来了。对方，如果你猜不出结果，可能会很可怕。一挥而就。交换。听到。有闻必录。为什么你说一定？因为我不敢说听到，如果我听到他说记下，就一下子他就出来了，等于我送了。您看毕老师，这就是开始用战略了。对对对，我觉得赵杰全这个真是非常的聪明啊，传达一定的信息出来。这个还是虚晃一招，不仅是杰全，还是天马流星拳，这个打得比较准啊。好，现在尔雅获得一分，因此你们继续保有先手权。尔雅准备开始。手握。手握。大权旁落。交换。洞房。手握洞房。秉烛夜话。交换。早晨。啊。秉烛带弹。好，恭喜徐元赵杰全组合获得胜利。好，大家好，这里是由君乐宝乳业独家冠名播出的2014中国成语大会的比赛。如果您已经下载了央视悦动手机客户端，那么现在就请您点击中国成语大会摇一摇马上赢大奖活动，精美礼品很快就会送出。请现场和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跟我一起摇动手机，马上就可以知道是否中奖。您中奖了吗？更多精彩请登录中国成语大会央视网官网，关注中国成语大会官方微博微信。感谢新浪微博、腾讯新闻、搜狐新闻客户端、新华网、人民网、中新网、海外网、光明网、北青网的大力支持，也请大家登录搜狐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详情，也欢迎大家登录新浪微博参与中国成语大会讨论话题。您也可以使用微视拍摄视频与朋友圈的朋友分享。那么现在我们要对现场的选手说，只要你们坚持进入到了第八场比赛的话，你们就能获得中国成语大会的终极大奖，由君乐宝开菲尔酸奶提供的欧洲非凡之旅和非同凡响的酸奶品味非凡之旅。稍后还会有更加残酷的一场比赛在等待着选手们。好，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君乐宝乳业独家冠名播出的2014中国成语大会。那么现在呢是我们决赛的第二场比赛，现场呢还有两支队伍要进行最后的淘汰赛。今天同样和上周的比赛一样，会有选手啊终止在中国成语大会的脚步。那么为了让电视机前的您呢能够得到更好的一种享受，我们采取了封闭淘汰赛的方式。毕竟这是一个微博微信都非常发达的时代，我们为了保证啊相关的情况不被泄露，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进行最后的决战。前面我们也给大家提示过啊，所有的选手你们也都知道，获胜的队伍他们是有一些优惠的。优惠是什么呢？那就是你们两组队员有权去在他们四组队员当中任意的挑选一组跟你们进行最后的比拼。好，那么尔雅队首先出战的就是徐悄悄与韩涛的组合，请登牌。请问你们选择国风当中的哪一组选手跟你们对决？我们大概把敌手他们的对方的情况也都逐一排查了一下，还是警察叔叔他们那一组、小波他们那一组，
感觉更弱一些，所以可能我们打他还是更有把握。这时候想的是把握了。我们选择警察叔叔那一队。好，现在请二位上场。那么选手们，给你们90秒钟，限时猜词，允许有2次违规，1次过。但是请记住，这一次比赛没有其他的可能，只有一场决定输赢。尔雅，徐悄悄、韩涛组合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预备，开始。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无计可施。我们经常说黄河长，新娘星。狼啊，江郎才尽。这次失败了，咱们下次再比。卷土重来。只抓重点。一语中的。第一个字是，复杂的反义词。简明扼要。太穷了。就像被打劫完一样，从水一贫如洗。第一个是有户口的，家贫如洗。像现在的环节是咱俩的巅峰对。第一个是就是非常的，我俩会非常的得心应手。90秒钟，他们说了4个词，但是没有违规，没有喊过，看你们了。开始。说这个事情非常的诡异，我们叫不能说出什么可名状。男女之间来用眼神来沟通。名不传情。对。说成绩很好，在很高的地方，在很上。说我们要对阵，然后要对阵出男女，就是要很严峻的斗争。母鸡也叫公鸡。过。没有过的机会了。公鸡母鸡又叫什么？家禽。请回到队伍当中，你们成功捍卫了自己的地位，你们获得了复活的机会，请回到队伍当中。好，请二位离场。现在对于尔雅队而言，还剩下前任队长李凡和达乌丽江，你们同样可以向悄悄他们挑选一支队伍跟你们进行比拼。因为我跟小达商量了，就是说他们反正已经把最弱的人都已经选走了，那剩下的人其实还真不好说他们谁强谁弱。我们选择子涵那一组，肖子涵。好，来，有请。达乌丽江描述，李凡来猜。选手准备，开始。形容他在船上弄了一个标记，然后去找他的武器。刻舟求剑。对，我谈这个就说这个，不管别的。下一个。非常有名，所有的这个，都知道。木兰诗是什么的故事？非常有名。家喻户晓。对。这个文章写得非常好，让我反复的咂摸。找那个琢磨，非常值得让我去品尝。琢磨对吗？五。坏过。过。形容不高兴。继续，不要紧。没有重榜，没有重榜。名落孙山。四川，形容鼠犬吠日。形容到这儿了，我不想。3次违规停止了。现在要看国风两位选手的表现。好，国风组由张琪描述，肖子涵猜词。当他们3次犯规之后，我觉得我们只要不再像上一场那样语速那么快，性子那么急，一定可以拿下比赛。选手准备，开始。
闭上嘴，没有说出空前什么后。绝，绝口不提。这个东西非常贵，就像我们这整个市一样贵。过，就是指没有缘由的颜色，里边有一个，第一个是颜色，乃至平白无故。嗯，我的脸没有其他的面不改色，就是指那种鲁莽的干劲。匹夫之勇。我很大方的打开钱包帮助你。慷慨解囊。小偷。洋洋君子。好，萧子涵与张琪的组合在90秒钟的时间之内答对了6个词，恭喜你，请回归本队。好，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君乐宝乳业独家冠名播出的2014中国成语大会，我们已经来到了决赛第二场的最后阶段，场上的形势千钧一发，现在有4支队伍还出现在我们面前，但是大约几分钟之后，其中就有2支队伍要告别我们的比赛了。接下来让我们进行最后的赛事，首先出场的是国风队的潘永强、谢晓波，请两位站位。潘永强描述，晓波兄您来猜。90秒的时间，2次违规，1次说不的机会，选手准备，开始。这个词形容就是把一个灾难给了别人。违规1次。好，这个词形容就是水平一致。违规2次。这个词形容人很害羞，然后脸就发了。花痴。对。这个词形容就是像我们现在的处境，就是把船给砸了。破釜沉舟。这个词就形容我们要做人要非常的心胸坦荡，意思一样。然后就是我们说虚怀若谷。过。我们说根据一个人的获得的成就来给他一个奖励，根据人成就来给奖励。论功行赏。对。这个词形容说话，前面是叠词，不断的说话，我们叫对话，又叫什么论？议论议论。说话。喋喋不休，津津乐道。说话什么论？谈论。对。说呀。好，时间到，谢晓波潘永强组合90秒钟说到了3个词，使用了1次过，有2次违规。好，请回到你们原来的位置。好，接下来要让我们来看一看国风男女选手组合是否能在90秒说出4个词。妙玉，这个位置就代表你来描述。黄洋，你来猜词，开始。我已经很了解这个东西，在我的胸。了然于心。烂熟于心。不好意思。我没办法。无计可施。必须做这个事情。被逼的。迫不得已。我的脸都变了。面。眼睛。面目。面目全非。什么又一村？柳暗花明。什么激昂？慷慨激昂，慷慨微说话，言辞谈吐。你刚才说的那个字对，什么激昂？后面加说话。慷慨陈词。我们两个很一致，很谈得来，叫什么？叫做什么？我想想看，再说点。空什么？我们现在闻的这个是空什么？空气。气。吃东西有什么？味，气味相投。再继续。两个坏人。狼狈为奸。
九十秒钟的时间，六个，六个，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啊！稍事休息，请回到原来的位置。接下来，让我们请出尔雅队李凡和大乌丽江选手。九十秒钟时间，两次违规，一次可以说过。选手准备，预备，开始。形容两者非常的各有所长，默契，并且发光照应。违规，没事，继续，继续。形容眼睛特别好看，明眸皓齿，并且眼睛上面的很淡，眉清目秀。事情的始终，来龙去脉。没有证据，嘴上没有证据，口无凭。很讨厌，脸眼睛都很讨厌。贼眉鼠眼，脸 面目可憎。坎坷，特别危险，艰难险阻。非常希望马上得到，第一个时间紧，什么迫不及待。放弃。大乌丽江重压之下又出现了两次违规，不过最后这个违规丢得有点可惜了，差一秒你违规了，但是答得也很不错了。九十秒钟有六个词，请二位回到你们原来的位置，加油。好，现在我为大家介绍一下目前的状况。场上四组选手，有三组完成了自己的比赛。第一组小波与永强，他们在九十秒钟的时间答对了三个词，但是使用了两次违规以及一次过的机会。第二组妙玉和黄洋的组合，九十秒钟答对六个词，没有任何违规和过。第三组李凡和达乌丽江，他们九十秒钟同样六个词，但是有两次违规。如果仅从他们三个人的角度来看，似乎比赛已经尘埃落定，但是鹿死谁手还没有决定，因为我们还有一组选手，有请米雪、张明鑫。对于你们来说，现在只能是险中求胜。预备，开始。形容瞎子去触碰一个动物，盲人摸象。形容你非常的生气，你的头上长的东西都直起来了，非常的生气。什么火中烧？怒火中烧。头上长的东西，头上长的东西，发，怒发冲冠。我们说我们的国家是神州，赤县神州。第一个字是河的另外一个词，江。像一幅美丽的江山如画。形容现在的局势非常的在。我一直不知道答案，所以我一直在考虑。第一个词，此部什么目？名目，名词不详。我住到了别人家，特别的热，日。烈日炎炎。什么冰必败？哀冰必败。换一个词，骄冰必败，骄骄阳似火。我们说我们来成语大赛，这个游戏非常的好玩。非常的好玩。里面的有趣的东西没有尽头。兴趣。好，米雪与张明鑫，你们在九十秒钟的时间答对了五个词。那么在最后的关头，有两支队伍拼尽全力险中求胜，最终留到了我们的比赛当中。而另两组选手非常遗憾，在这里你们的脚步终止了。请在此时此刻，小波、永强、米雪、明鑫，你们在中国成语大会的旅程到此为止了。
请离场。恭喜我们剩下的两个组合，请回到你们的队伍。好，稍事休息，我们的节目继续进行。好，本周的比赛结束了，国风队的表现并不理想，我们的队长需要更换，这个选手就是陈春燕，所以我现在指定你为新的队长。这一次让我来当队长的话，我觉得压力还是挺大的。我认为说陈春燕，如果你当队长的话，就是在团队当中付出更多的东西，仅此而已。因为我毕竟年龄比较小嘛，然后我感觉如果让我去统领这样一个大家几乎都比我大的队伍的话，会有一些困难。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吧，其实没有什么做不了的事情，只不过是说你没放到这位置上来罢了。剩下的时间留给你。就是说既然来了，我把我所要表现的东西已经表现出来了，走也并不是一种不好的表现，对不对？可以把更好的机会留给我们队。我在照片的时候哭是因为我确实要离开这个团队了，我觉得和大家都处得很好，然后突然要离开还是很伤感的，就好像硬生生的从我们队伍里面把他们给拉走了。就原来大家都是像一张全家福一样，虽然说是不同的照片，那刻很伤感。就为我自己达成我自己的一个心愿，纯粹的为我自己，就想证明我自己一下，就怎么就这么困难呢？我感觉你们剩下的人要好好的走下去，我知道你们很努力。是最近迷宫迷，毕竟每个人来到的台上都希望说能够展示一下自己，然后他现在只能走到这里，最后说他说确实挺难的，所以我感到说挺难过，真的挺难过。然后真的大家一定要加油，剩下的几场比赛我们都会关注你们的，加油。心碎成语言过的时光，问谁接山为谁而。哎呀，我觉得还想把我们的口号喊一下。OK， 然后你先说我们老师的那个，最美我们一起好吗？先跑着道尽了感伤，千回百转湿了谁眼眶，海口湿了。那到最后了，最后的最后了，我能施展成这样子，我觉得算是宣泄了，挺满意的。我觉得首先参加成语大会，我们注重的是过程，并不是结果。我觉得在接下来我个人的一个生活中，回到我原轨的时候，我肯定会把这些很重要的记在一起。中国成语大会总决赛将继续上演意外剧集，国风队已经从巅峰跌入谷底，临损四员大将，能否重整旗鼓，只有背水一战。最具人气的选手陷入生死一线的淘汰境地，一场公平的竞赛，不靠人气，不靠运气，只有成语的强者才有生存的机会。2014最具影响力的电视节目，中国成语大会。